九寨溪水潺潺流动。妈耶，瞧瞧，我的个天呀！当然少不了大运之城成都啊，这就是今天晚上举行大运会开幕式的主体育场。哎呦妈哟，你瞧多少车呀！我的天呀，车游人也完了。还有康乃馨组成的跑道，大运会的吉祥物大熊猫荣宝正在开展各个大运项目。那个车亮了灯，是不是车上有人呀？哎，就是有人。哎呦呵，完了，有人可危险了。其实在这里呢，处处细节当中都能够体现出这种极具匠心的设计。灯可晚了，哎呦我的个天呀！那我们下车吧，下车。你看那个车还有人呢，你看看。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餐具。门头沟完蛋了。您看到了吗？银杏叶，银杏是成都的市树。内涝了。看这公交车了吗？马上就末点了。还有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图案，被称为蜀中瑰宝的蜀绣制成的餐巾扣。这车上还有人呢，他也不赶紧跑。这上面有很多天府之国大运之城的文化标记。那下边的锅。问您一个问题啊，这次在成都，在大运会，在这次的大国外交最前线，哪一个元素出现的频率最高呢？怎么弄呀这？看看这，哎呦我天，哎呀，那边的桥塌了，这车刚冲下来，这桥，哎呀！到底哪一个元素可以称为妥妥的顶流呢？到你这边，你这最高一块了啊！要不开源这个再说。